各位同學，咁嗱，呢條就都係有同學問 DSM 2嗰啲嚟嘅 ，matrix 嚟嘅。咁呢類問題就舊年出過一次，舊年我唔記得23定24嗰度。咁就用呢、這個俾咗個 properties， 你要證明佢個 A3 次等於8i。咁其實呢度好多嘢搞嘅。咁不過 anyway 啦，我哋點樣運用條式咧，就係成條問題嘅即係開端啦。咁今次呢一集咧都係非常精彩噶，咁就各位，即係我哋而家就事不宜遲，一於快啲落去搞佢啦。好啦，咁第一條式呢條式可以變咗做 a2 次等於-2a-4i 嘅。好啦，咁到a3 次嗰度咧，你可以寫做 a2 次乘 a。咁 a2 次可以put呢嚿嘢落去，乘個 i 乘個 a。咁乘入去就變咗-2a2 次-4a。咁 a2 次又可以再用多次啊，即係用完即係再用啊。咁-4a，咁呢個變咗正4i，正4a加8i。哇頂！即係搞到原來咁鬼死靚喎。好啦，咁呢度咧有好多嘢睇到㗎，阿 B。咁你點樣證明佢non-singular咧？咁 A3 次，因為B 啊要證明佢 A 啊non-singular，咁因為 A3 次係等於8i啊，咁佢呢個係2×2 matrix 嘅，咁我一齊 take determinant。嗱 ，take determinant 咧，我即係點解用咁樣方法做咧 ？A 嘅 determinant，A 三次 determinant 即係 A determinant 嘅三次，但8i嘅 determinant 咧係8×2次，因為2×2嘅乘。I 的 determinant 即是1，留意一下alpha A 的 determinant 呢跟它 order 有關的，這個第一個 remark 給回你先。那當然這裡如果錯了你就回家吃了，是吧？好，64，那即是 A 的 determinant 其實等於是4來的，看看先，開方3次，是，沒錯，4來的，我裝裝先，我已經計了了。是4來的，不等於0，所以A 是non-singular。好，到 C 了。C 呢，他說 someone claims that A10 次加 A5 次的 inverse 呢是等於 K 乘 A 的一個 formula 來的。那個 K 的 real number 你對不對？那我們就試試看看他是不是，是不是A30 次加 A5 次負1。咁我哋應用個性質咧，就 A3 次咧就等於8i，咁所以 A10 次可以寫做係3次，再3次，再乘個 A5 次咧就 A3 次乘 A2 次嘅 inverse。咁好啦，咁呢嚿嘢咧就係8×3次，8i 嘅3次。隔離呢個咧8i A2 次 inverse。好啦，咁8i呢個8×3次，即係8×3次乘 a， 我似乎都得地喎。好啦，8i 乘 a2 次，即係個 a 呢個唔要，個 i 唔要啊。好，咁跟住然之後咧，因為 a3 次咧等於8i 嚟嘅，咁所以我可以喺呢度寫咗 a2 次，呢度寫咗8/1 a2 次嘅負。嗱，呢個 by definition 咧就係。Alpha A 的 inverse 等於 Alpha Alpha， 當然 given A 是non-singular， 即係唔係 A Alpha 係A 係 non-singular 同 Alpha 唔等於零，咁所以你個八咧就變咗1/8啦。咁呢度都要考慮好啲好多啲基本嘅運算嗰個法則㗎。不過嗱，我 anyway 啊，呢啲就係老師唔中意教嘅嘢，佢哋唔教嘅原因咧，即係第一悶啦，啲學生唔係好中意啦。第二樣嘢就即可能佢覺得唔重要，但係其實喺個運算過程裏面咧係非常重要噶。好嗱，事不宜遲，我哋翻轉頭睇翻啦。咁好啦，咁個 A3 次等於8i嘅時候咧，我哋點樣可以玩佢咧？我哋可以寫做 A2 次乘 a， 跟住八咧調過嚟1/8。嗱 ，by definition a b 等於 i 嘅話咧 ，b 就係 a 嘅 inverse 嚟噶。
咁所以 by definition 咧 ，a 二次嘅 inverse 咧就係八分之一個 a。如果適用呢個嘢，呢條題目即刻 KO 佢，真係 K 料教你 KO 佢啊！咁所以八分一 ，a 二次 inverse 就等於八分一乘 a。咁抽翻曬出嚟，即係六十四。啊，唔係頂，我唔寫啦，費事撳機啦。咁所以 K 其實係八嘅三次加一 over 六十四，你可以撳翻個答案出嚟嘅。好嗱，呢度就係咁樣啦。咁誒係咪即係你見到啦？冇呃你啦，係咪先？風水率呃你十年八年，阿 K 都喺度，絕對唔會呃你嘅，真係好精彩嘅。好，咁啊，最後啊，呼籲各位同學請 subscribe 多睇 K 啲 message 你嘅 channel 啊。咁我繼續會 post 片嘅呢條你有問題咧，可以歡迎你隨地send message 同IG 嚟問我數啊。好，咁我會盡快答你哋噶啦。好，再見，拜拜。